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能修，请看第91首。五月端阳景物篇，龙舟竞渡古今船，树金蒲叶见柯地，一树流花火欲燃，苦海无边何日出，乐邦有路几时还，玉池流水回旋处，阵阵香风泛白莲。好，这是五月念佛，农历的五月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端阳，又叫端午节。一切的树木花卉到了五月，这个景色就慢慢的有点像衰微的方面走了，是由于五月呢有一阴来福，哎，慢慢这个阳气不是那么饱满，所以作用在景物上也就慢慢之向这个偏尾的方面走。好，那这一页端午节是五月初五，常常把五月称为毒月，五日称为恶日，就是五月份呢，各种这种细菌啊、病啊、疫病呢、都会发作。所以这个五月初五端午节，每家门前都要插蒲艾叶，叫做艾福普见，来镇妖邪保平安的。好，尤其这一月有一个龙舟竞渡，这就涉及到一个典故了。春秋时候，楚国的一位诗人叫屈原，他是楚国的一位大夫，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但那时候楚国也由盛而衰了，这个开初楚国是非常的兴盛的，楚国对于周天子都不看在眼里的，这个最先建称王的就是楚国楚王。那到了楚怀王的时候，那秦国开始就国力兴盛，那大有咄咄逼人之势，所以楚国作为一个强国，那时候是合纵连横阵术啊，开始是楚国跟齐国联合起来抵制秦国，
那秦国呢，就吃不消这两个大国的抵制，那秦国有一位客卿叫张仪，他就使了一个计谋，就是到楚国出使，跟楚怀王说，你只要跟齐国断绝关系，我们秦国愿意割地600里，割600里的土地给楚国。这楚怀王就贪点小便宜，竟然真的跟齐国断绝关系。断绝关系，那秦国就达到了目的。最后要地的时候，这个张仪说，我只答应了你6里地呀。哇，这下楚怀王震怒，就开始跟秦国打起来了，派大兵。这一打呢，又打不过，单个国家打不过秦国，又打败了，不仅要不了600里的土地，反而自己又损失了很多的土地了。那这时候楚怀王就后悔，又想跟齐国重新结盟。这时候秦国又有个计谋了，伸橄榄枝给楚国，我愿意跟你结盟，定那个地方，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楚怀王又上了人家当了，一去就被秦国给扣留了。要一扣留，要楚国要多少多少城市土地来去回。那这个楚怀王自己也很愤怒，也不同意。然后楚怀王的儿子又就继位，做楚王，叫楚顷襄王。那整个的国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里是朝廷有几个奸臣在那里用事，所以屈原面对这样的情况，一腔悲愤了，希望楚国强盛了，所以就向楚王多次劝谏，远小人，亲贤人。振奋国家。在这个旁边的奸臣又常常说屈原的坏话。这坏话呢，这个楚王听进去了，对屈原就不看好了，把他贬官，贬职到了湖南。好，那这个屈原到了被放逐到湖南，还是那就更郁闷了，更悲愤了。为什么他能写离骚那常常行吟江边，当时有个渔夫还跟他有个对话，说你是楚国的大臣大夫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呢？那屈原说，是由于众人皆醉我独醒了，好像所有人都是喝醉酒醉了，只有他清醒。那个渔夫那回答他，既然所有人都喝醉酒醉了，你何必那么清醒呢？能说出这话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说明这个渔夫也是一个隐士，这个屈原终于他摆脱不了自己内心的悲愤了，他就
自己绑了一个大石头，制成汨罗江，成江。那旁边是渔民呢，渔民听说曲大夫沉江了，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啊。这一救已经是不见尸体了。那这个渔夫，那个渔夫就用竹筒子装了很多米，就倒到江里来祭祀。但那个米呢，以后也被很多鱼吃掉了，但鱼不敢出的是种子，所以就用那个种子苞米啊，每年的五月初五来祭祀屈原。那原来还是驾着小舟去救他，哎，到了这个五月初五那一天，就形成了一个龙舟比赛的这么一个民俗，一直传下来，叫龙舟竞渡古今传，这就里面有一个屈原的故事在里面。好，说完了五月份的主要的景物人文，转过来再谈一个树金浦叶见柯地，一树流花火欲燃。每家每户门口都挂着浦叶，还有艾草啊。浦就是菖蒲啊，是一种水生的草啊，也有中药的药用。蒲的叶子它细长，就像剑的那种形状。菖蒲可以做各种使用啊，所以我们原来叫蒲扇，就是这个蒲叶做的那个扇子。蒲团啊，坐在那打坐，蒲团也是菖蒲的叶子啊编成的那个坐垫打坐的。所以这里你看，醒安大师对这个民俗挂蒲叶做了一个更深刻的这种法律的了解。这种树金就是很少几根蒲叶，它是像剑一样，这个剑它很犀利，可以磕断那个砾，砾就是粗硬的石头，常常这个用这种砾石来做磨刀石的。这个磨刀石越粗砺，它磨的刀就越锋利。用这个来比喻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常常是用剑来表达啊。文殊师利菩萨常常拿着剑表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能够断一切的坚硬的东西啊。金刚经讲叫能断金刚，这个用金刚表达般若智慧，它能断一切的物品，但不为任何东西所断。这就表明啊，知识名号就能够生发般若智慧，像那把利剑可以磕，就是隔断消除孽障烦恼啊。孽障烦恼就是那块
粗硬的石头，但在这把剑面前，他能够把它削除。好，再看一个五岳的景物，一树流花火欲燃，就是石榴树。石榴树它开的花啊是非常的红艳啊，朱红色。那这个石榴树的榴花开的就像那个即将要燃烧的火一样啊，这就表明石榴花在盛开的时候它这种状态。用这种状态，用这棵树的景物来表达一个念佛行人他跟佛号相应的时候他内在的心花怒放的状态，自信能生一切的状态。好，所以树经普业表智慧，一树流花表福德啊，生生佛号能够承办智慧福德这两个轮子。好，紧接着显安大师把观察回到了当下，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苦海无边和日出，乐邦有路几时还，这是对待性的来描述。我们娑婆世界就是苦海无边，一般会概设为八苦啊，生老病死这四种苦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之盛苦。广开有108种苦，又广开有84000苦，再广开有恒河沙的那么多的苦啊，那就是用海来表达，又深又广啊，苦海啊。啊，这种苦海你望过去没有边际啊，也就是无量劫在六道轮回当中轮转不休啊，苦不堪言啊，苦海沉浮啊。所以苦海代表六道，六道里面常常三恶道是沉下去的，三善道伸个头啊，暂时吸口气，哎，又下去了。那这样苦海无边，哪一天才能够出离呀？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轮回动经，尘沙劫又尘沙劫，我们轮回的时间之久啊，啊，佛经有一个比喻啊。在六道当中有很多很多种类的众生啊，就把它界定为畜生道，你轮回成狗，那狗也有各种品种的狗啊，就是一种狗的品类啊，你做这种狗轮回属死亡之后的骨头，堆起来比须弥山还高。那你想想我们轮回了多久。好，这叫苦海无边和日出啊，要深感怖畏才会感恩佛陀，乐邦有路几时还。西方极乐世界有一条清晰的路啊，
这条路是阿弥陀佛在一切众生内心已经铺设好了。这是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叫水火二合百道语，形象地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的业力，水河代表欲望，火河代表嗔恨，这两条河也是深不见底，看不到边。水火二河中间有一条白道，这条白道不是我们自己生起来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进入到众生的内心，它只有四到五寸宽啊，四五寸表成什么呢？本来阿弥陀佛大愿这条白道是无边际的宽广的，但是被众生一接纳，四代表四大，五代表五蕴，四大五蕴一接纳啊，就变成了四寸五寸的这么一个啊一条狭长的道路。那这水火二河只有一百步，这象征着这一生就能够过去，一百步代表一百年啊，百岁的时候啊，虽然是四到五寸，但毕竟还能够把脚站稳了，一步一步走。那怎么样才能走上这条白道？你信愿称名，就已经走到了这条白道上。所以，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法界的奥秘。到极乐世界是有一条路的，这条路你不要到外面找，内心就有。所以乐邦有路，只是看你什么时候愿意去。乐邦有路几时还呢？有一个宋代的一个女居士叫崔婆，是跟人家大富人家做奶娘的人，她的祖母是参禅的，她是念佛的，每天就念佛，那就是苦恼人了。念佛竟然72岁的时候他念成功了，预知时至了，还留下那个寄送本身也没什么文化深度，这个寄送还很有意思。他说，西方一路好修行，上无条林，下无坑，去时不用着鞋袜，唯有莲花步步生。这个崔居士也是非常直朴的讲说了西方这条路它是莲花步步生的，这是一下子生命的尊严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好，乐邦有路，就看我们什么时候回去。一回去等待我们的是浴池，白浴池青浴池就是七宝池。我们最先诞生的一个地方是在七宝池里面诞于我们法身慧命的我们极乐世界的身躯的是在莲台里面那这个在白浴池里面那个水呢是环流的，极乐世界水不一定就像我们这个
由上往低流，它可以周边环流，也可以向上流，也可以向树上去环流。好，那这个水不是一般的氢啊氧的水了，那是七宝的液态，叫七宝水。那每一个宝都有颜色，每一个宝都有香味，所以这个水流过去非常的有色彩，就是有珍宝的那种灿烂的颜色，又有百千种的香啊，这个香水水流过去都有很浓郁的香味啊，它的回流回旋也包含着回旋当中它会激扬一种音声啊，这种音声可是可以讲尽说法的，也能够呈现出美妙的音乐的声音，就看你想听审美的音乐还是想听讲经说法的音声，这个七宝池水里面都能应你的念想而呈现它的音声的状态。好，同时这个每一个七宝池里面又有众多的莲花，这个莲花一般讲啊，青莲花、黄莲花、赤莲花、白莲花啊，这赤色啊，赤色赤光啊，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里实际上不仅有四色莲花，乃是有多种颜色的莲花。好，那这里选出了一种莲花，白莲花。啊，白莲花在白玉池里面生长着，又有阵阵香风吹拂过来。这个风又叫德风，又叫清风，又叫香风。这个风也是性空真风，就是如来藏性的这个风啊，有时候又表达为佛的五分法身的那个风。好，所以这个香风呢又吹拂着这个白莲花，那这个白莲花在这个实相如来藏的德风的吹拂之下，更增加了它的被加持的力量啊，它就摇曳多姿了，香味更浓了，更绝障了。如果这个莲台里面众生还没有出来，这个香风一吹过来，它可能就开着了，它就出来了，啊，它是这么美妙的，啊，所以极乐世界真的妙不可言，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苦不堪言，啊。两相对比，大家赶紧去啊！